夏威夷中文电视台 Hawaii Chinese TV。鼠年吉祥迎新春，2020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这鞭炮齐鸣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夏威夷中文电视台在风景秀丽景色如画的檀香山给您拜年了，真心的问候您辛苦了，新的一年必定会更加精彩辉煌，温馨的道一声谢谢，前行的征程上我们彼此携手，衷心的祝福您，祝福朋友们新春快乐，鼠年大吉大利，财源广进，幸福美满。夏威夷进入餐厅给各位朋友拜年了，在2020中国新年来到之际，特别感谢海内外的新老朋友这么多年来对夏威夷进入餐馆的关照和厚爱，让您满意始终是我们最高宗旨。夏威夷金鹿餐厅继承百年老店的传统风范，为朋友们提供100多道美味佳肴，新春佳节期间热情欢迎您和亲朋好友来到金鹿餐厅坐坐，品一品我们的拿手菜，叙叙大家的真情感。夏威夷金鹿餐厅在这里祝各位鼠年大吉大利，财源广进，幸福安康。夏威夷中文电视台 Hawaii Chinese TV。